哇，哎，凑真不过，的就是，你看宠儿就给到他掩体的时候，就确实他是凑不不着过，急的，真的不着急。你看，因为就有是些我人会边拉跳出边去。换子弹，然后我又小跳又丢道具，然后 DO 是真的着急了。他如果第一时间是一个小碎步进步进来的，那感觉有机会。宠他儿不第一太时间知就道，是露他出第进一来时间的，露脚步了，对。就告诉你我已经到了这个近点位置跟你对枪了。比分追平7比7。真的是会玩。7比7的比分，那终于是哎，莫洛，依靠着宠儿自己啊，嗯，把这个局面给挽回了，要不然分差会变得更大了。广场这边是放了，那只能让DO 去架巩固一个弱点了。对。看后期在水下这两个人位置上有没有变化了。豆儿又来了，哎，水下要主动，这他颗可能要，烟要等一下吗？还是说就只是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，他只站这里，然后 DO 去开一枪那就看勾你出缩来，脸细不细了。哎，走了，那就这边也走了，哎，刚好丢走道到大具马路啊，上 S 型走位没是办吧？法。小到三个人来抓，那这样的话必须就一个，应该是知道了，必须一个 DO 是狙了一还个，狙了一个。水口阵地战。回到 A 区，正好这边要打 A。哦，三两个残废，知道两个残血，是知还道想两个打？残血，大家都是有残血，但喂，狗是一哥。个人在。这个位置是打了两个人了，其实 RDYYDS 啊，知道。哎呀，嘉伟啊，他为什么走得这么远呢？我呀，因为这个位置非常不错，第一时间没被发现的，主要看小黎了。小小黎知道自己的残血，他觉得一文会不会出来找他。锁定了。来了，还敢？哎呀，还敢拿刀往前跳？其实看不起我狗，不，以为我他应该狗哥不是敢瞄你学是的有吧？不太会再往出对，拉然后了。他想切个刀连跳起来，起步之后再速换度回步的枪。刀以为狗哥不会秒他对，呢？这个刀确实挺伤的。挺伤的。刚夸完他这个状态不错，对吧？16杠12，结目果来一前个在这啊个操 W 作，这边还是状态最好的。对。对呀，整天一杀，是的呀。但感觉这几波 AG 的一个过点，每一波跟 W 都不会让你那么舒服的过呀。是。是的，现在。人数上是肯定是优势，能看得到，并且一文的血量也不多，也知道。嗯。马上今天打完就定了呀，今天打完名次就确定了，等我第二场打完。我这都王红豆2杠12了，王红豆。还在，我卷他呗，我出去。这一波控点想起了那一场白沙打 AG， 也是这样控，对，就是把这个白沙的人都给控出来的。两个 ，B 里面两个。别来跟我说啊，别来了。啊。再来回来打 A 区，小杰小很关键。小杰没扛得住啊，宠儿这边是正面的一个对枪，是把小杰给打掉了，变成了一个劣势。现在 WE 三个残血。你要去 A 的话，就看帅峰这个擦车了。手里没有太多的道具了呀，应该没有雷了。全残废，重打30，一文一滴血。哎，要有人来救一下这个。打赢了就。